刚突然间发现我的相机什么都没有录到，我已经录好一段东西了，可是它什么都没有录到。所以我现在要重新做个 intro， OK。反正我就是很开心，我考完 SBM 了，所以我今天就要，我已经不想解释了，反正就是在搞东西，然后就是要去夸他这样。第一支影片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对我。喷这个，这样你们是不是比较贴近我一点？随便。他的意思是要我摇两分钟。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做这样危险的东西。两分钟啊！我会死掉两分钟。失败了，就很像 I don't know。还没有干，这样。哦，它干了。刚才我本来要讲它可能失败了，所以我要换另外一个 method， 可是现在它已经干掉了，所以我们来翻去另外一页，然后我们来翻去另外一页。然后我看到另外一边有这种东西咯，然后有来这种，决定要用那个去擦一下，然后再继续。Run。我们还是擦掉那个 spray OK， 因为我觉得嘛方法太麻烦了，我也不会用 spray 所以。累啊！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东西？哇，是不是歪了？什么？随便啦，我不 care。刚刚我的 camera 没有电，然后我拿去 charge 的同时，我在想 idea， 然后我想不到 idea。啊，想开的啊！我们就来涂一下吧。现在这个东西就干掉了，然后 oh my god， 怎么突然间这样很？靠近我像是马上 camera。OK， 叮，我要把这个脸画上去。I don't care， 我就喜欢那种非常丑，然后非常没有人喜欢的东西。
追向我自己。我要拿一个铅笔。我要拿一个铅笔。来看看我们的未来的心里的话，我想我来一个哦，这东西真的很 creepy， 可能我晚上看到会吓醒。哦，没有白色耶，怎么办？OK， 我决定了，我要画这个 design。耶、yeah! ！我觉得喜欢这样奇葩的东西。你们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蛮美的吧。OK，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喷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很像保护层这样啊。怎样办？他的妆融掉，我们就当做是特色。我不知道。OK， 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